就是你念佛的目标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像师父每一天，哦，看着阿弥陀佛像，你看师父每后面有没有阿弥陀佛像？你看师父的后面那尊，师父每天观想这一尊佛号啊，阿弥陀佛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？因为现在我父亲已经往生了，哇，我没有什么责任了，我没有牵挂了，什么时候来我就赶快举，到现在还没来啊。因为现在的世间的众生啊，很难度啊。哦，我每天就是这样的念阿弥陀佛，观想阿弥陀佛。